乡村能放冰箱吗？乡村可以放冰箱，乡村放冰箱可以保存2到20天以上，保存良好的乡村更是可以保存一年之久。冰箱一般分为冷藏和冷冻室，用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在冰箱中的保存时间也是不同的。一般最少可以保存2天，最多可以放置一年之久。乡村放冰箱的方法如下：一、乡村采摘下来之后，将老茎和老叶去除，乡村码整齐，用保鲜膜包裹，可以直接放在冷藏室中，也可以采用腌制的方式。二、冷冻室乡村摘好之后，用开水焯烫一下，过凉水吸干水分，然后将乡村用保鲜膜包好，或者用盐腌好，直接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即可。